对。为什么会开十字绣呢？因为十字绣，就是花几十块钱就可以买来，然后自己做，然后还可以把它做好，卖出去。我今天带了很多我的作品。哦，是吧？对。哦，已经绣好的作品。对，麻烦工作人员把我的作品推上来。哦，我都已经上镜框了。好，交给我，没事，没事，没问题。你不要紧张嘛，波波老师。我配合你的动作，马到成功哦。这个绣多长时间？两个月以上。这个绣了两个多月，对。马到成功。然后这个呢？这是个哦，这个哦，对不起，我是个女的。我这里有六幅作品，然后还有一幅作品是没有完成的。我想，能不能在现场把它完成了？哦哦，收线了，这是。可以吗？我可以拿起来吗？还你。啊、哦。哦，哎呀。波波老师，我也来帮忙。你是哪里部分没有完成？那波波老师看一下。让我看看。没嘴。对了，大家想看嘛，看他怎么劈线运针，好吧，来意思一下。哎，如果谁想上来试也可以试，好吧。好，你开始。佩佩，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？不要，是我要坐下来。好，坐下来。然后这个得摆在他的面前。绷架呢？不需要绷架了。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哇，这个，我这刚才前面这个是。十字绣应该是有绷架的，你看他这个好厉害。为什么人能够成为万物之灵？真是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倒。哇、哦，你看，佩佩，你视力多少？你的视力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视力挺好的，不近视眼。对，没有近视眼。没有。嘴巴可以了。好，他已经绣好了一个男孩子的嘴巴。绣好了一个嘴巴，笑得好开心的嘴巴。好，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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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佩佩。你用这个技术吓过多少人了？很多人。人家都会觉得非常惊讶。对，每一次我去七浦路那边，然后就是把我的十字绣拿出来，很多人就是会过来围观我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你在你生命中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啊？妈妈。其实我在七浦路绣十字绣的时候，就是有很多好心人给我钱，或许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一个乞讨的小女孩，然后那是我自己这样认为，我有我的梦想，但是
因为我的家庭，因为我失去了双臂，我没有办法去工作，我没有办法像别的孩子一样，但是在心里我默默地在努力，我想让爸爸妈妈还有弟弟他们都生活得好，不想让爸爸妈妈为我担心。嗯，因为妈妈，那你现在没跟妈妈在一起吗？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学会独立，因为跟妈妈在一起，妈妈总看到我，妈妈总会说你以后怎么办，我老了你怎么办，就是有的时候妈妈会一个人的哭。妈妈希望你不要离开她，但是你还是离开她了，是为了什么呢？因为我妈妈就是这个家为了我付出了太多太多太多了。你离开妈妈多长时间了？五个月了吧。五个月，五个月你每天都会想妈妈吗？会，尤其是我才去上海下火车的时候，走到那个天桥的时候，特别想妈妈，因为那时候跟妈妈一起去七浦路，妈妈会帮我摆摊，会陪着妈妈也陪你到七浦路过。因为有一次七浦路特别特别的冷，风特别特别的大，然后那天我穿了一个短裤，特别的冷，一个阿姨就是走到我旁边就哭了，给了我200块钱，然后我看了妈妈一眼，妈妈在那里哭，我也哭了，然后妈妈过来说我们回去吧。是不是你们去了七浦路，你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乞讨，但是有人看到你看穿得很单薄，一个上海的好心人给了你200块？对。你很难过，后来呢？后来妈妈就把摊收起来不让我在那里，就带着我回去了。然后回到家，妈妈就是根本就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冷，就打了一盆热水说你把脚烫一烫吧。已经五个月没见过妈妈了。其实从我自卑那天，就是想过绝路的那天。绝路？你想过走绝路？有谁知道这件事？妈妈，因为我没有手以后，我就没有去过学校，但是我很想去上学，我很想有同学，可是我没有，我就感觉我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。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感觉我就像一个废人一样，我就感觉如果我离开的话，爸爸妈妈可能就不会那么难了，可能就好好的让弟弟上学，家里的条件就会好一点。就是因为这个，本来想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对吧？后来是什么让你留下了？我醒的时候，妈妈说，如果说今天你不在了，我怎么办？你已经不小了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学认字，就是我就看电视，就是电视下面有那个字的屏幕，我就跟着电视一个字一个字的记，然后现在我就可以认识很多很多的字，我也会拼音。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灾难给你痛苦的时候，其实也会给你常人所没有的才能。是的。如果你喜欢看童话故事吗？喜欢。喜欢童话？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童话吗？我相信，因为我心里一直坚持着有一份爱，我相信老天爷会让我生活得很好，会就是会让我带着我的笑容然后生活下去，也会派一个疼我爱我的人陪伴我。其实我们从小每个人都有童话，童话不一定是很绚丽的，有时候也许只是一次成人之美啊。童话并不复杂，有时候只是一次让人的意外的惊喜，这都是童话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完成别人的一次童话，那么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童话吗？要。不信你转身，你转过身，你就会看到童话。佩佩，转身。